不是，是不是十三行吧？他们豪宅就每天来这里散步。完没路了。哇，此路不通，那你只能，那你只那你就要走草皮，你只能践踏草皮的。哇，还有。好吃啊呢。就那个淹水就不会淹水了。哇，这就是台湾招牌啊！它应该有开店的时候，它会有东西在上面。应该是吧。它只是现在没有电。那买天线的吗？哦，天线宝宝。好啊，要买几根？它是一片。天线呢、欸？是一片天线。为什么天线不要一片，就是一根一根？因为这个比较大，一片天线。不懂。这是在眼镜端的，不是飞机上的。哦、飞机上就只能有一根一根，一片的就飞一飞你就看不到东西。左上没有一起订，这个又没有啊，这不一样的啊，这不同地方，这个应该是要从那个飞飞网站买，哦，就另外一个网站，这不相关的、啊，哦，不会说合起来免运费。等下吃饭再跟姐姐谈，然后回家再订嘛，姐姐不喜欢在外面订东西，回家再订。那我就在外面订啊。通到从北门通到港车站，他会走下面就好了。没有，他就是就下面就下。干嘛一定要走二楼？他写千元呢、欸。对啊，很贵，很贵的。千万是。所以是四千亿的概念吗？对啊。What？ 怎么还有？啊？可是他空空的一片就要四千亿。那你要看钱都被 A 到哪？什么鬼啊！这只是一片空空的，这为什么要四千亿？你说那个盖四千亿还差不多？那个四千亿盖不起来。